恶魔岛大战杀去女岛，激拼斗牛王。这是在关重刑犯的美国恶魔岛进行的一对一街头篮球比赛。想享受在监狱里进行一决生死激烈格斗的篮球比赛感觉吗？同样的比赛模式也将在今天搬到成关重刑犯的绿岛展开决死战。这项比赛将有全球23国32名男选手及9位女选手参赛，台湾则有古人杰、刘丁伟等5人参与这项决赛。主办单位昨天先在台东天后宫进行观众大赛热身，